好几次我都没睡啊，累累累，哎，真累。这种道义上的责任哦，这个不是钱可以去衡量啊。好不好？今天哦，这几天哦，很多种情绪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都没睡啊，累累累，哎，真累。对内觉得对不起员工，对外觉得对不起你们哦。那我也拿他没辙，然后法律也没有办法。哎，法律也没有办法帮助我们任何事情，累了。所以我决定在这几天之内会召开一个记者会，我会把现金摆在桌上，然后5月1号哦，郑先生，我相信他不会处理啊。讲到这边，郑先生应该比较开心哈。5月1号开始受理整个的退费哦。那这段时间各位也不用再去跑消保官，也不用再去跑，就债权转移嘛，就不用再去跑消保官，不用再去跑那个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94要客诉，2020台美4次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。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